大家好，今天就是我们帮大家一起演奏一个大家觉得很困难的乐器，其实它很简单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很容易上手的乐器，有萨克斯风。今天会帮大家带来两首曲子，我们就请老师再帮我们介绍一下。谢谢我们团长黄团长带着我们从中立过来的萨克斯风乐团，来为我们各位乡亲演奏耳熟能详的《望春风》。对啊，谢谢掌声。